嗨，今天我们来逛这个意大利超市，你们看到刚刚借一个人帽子，哎，拍一下，对，那这家的历史非常悠久，我会带你进去看他们有的各式各样的东西。这个小小的地方，可是它五脏俱全，好多东西哦。他们这边有卖很正统的他的意大利的啤酒 Peroni， 偶尔有的时候你在有些餐厅他们找得到，可是他并不是说在所有的市场都找得到。那这边的话你可以尝试一点他们比较意大利式的啤酒。 I love your spicy sandwiches, oh my gosh, they're so good。然后这家有名的是他们自己做的一些sausage 啊，然后他们都是意大利式的 sausage。对，就是我最爱的一种意大利的 tomato。那你用这个来做意大利面的话，味道真的是不一样。每次人家都问我说我的意大利面怎么做，那种 sauce 都是用特别的意大利的 tomato。你这边可以自己带瓶子罐子，然后来自己跟他们买他们的醋啊跟一些油类的东西。那他们是以磅计算，你自己拿瓶子的话他会先帮你称瓶子的重量，然后这边的话再加入这个醋或者是油之后他们再重新称，然后他这边就比如说他的专门可以让你炸东西的油啊，这边是499一磅，然后一些 extra olive oil 这边是699一磅。那爱烹饪的朋友，如果说喜欢自己在家里做披萨的话，他们有一个特别的，你知道你去餐厅有一种特别那种薄皮然后很脆的，就是下面有点脆脆弄的嘛，他们是用很特别的面粉，这是叫做 double O 的面粉，你在一般的超市买不到。我唯一有在别的地方看到的是 Whole Foods， 他们有一个牌子。那所以自己如果说有做披萨有兴趣的朋友的话，这个是秘密武器哦。那爱喝咖啡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， Illy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意大利咖啡的牌子。那除此之外他们有一些别的牌子啊，像 Lavazza， 还有一些可能一般来说可能有些人还不知道的没看过的牌子，然后还有一些如果说你要 traditional 一点的意大利在炉子上煮咖啡的话，他们也有咖啡炉。哇，这我从我们刚才的意大利店买来的大型三明治，我们来试试一下哈、哦。因为它太大了，我要切开。东西太丰富了，还不好切，老天爷啊！可能待会要直接用刀叉慢慢吃了。分尸后的状态。给你看东西，肉给你这么多。那我没有跟他特别去订什么的，我只是跟他说我不要辣，他就是帮我做了一个意大利式的。那吃给你看喽。它里面那个 salami 的味道很香，然后它里面还有加一点意大利的 dressing， 有点点醋味，可是就不会过重。然后配他们的面包也是他们里面自己做的，很新鲜，很好吃。
简单，可是味道很棒。我觉得如果说你喜欢吃意大利式的三明治啊，什么 Hoagies 那边那种东西的话，你就不用再去什么 一般的那种 chain store 还是 Jersey Mike's 啊，因为我吃过 Jersey Mike's 的意大利三明治，跟这个差太远了。我每次想要吃意大利三明治，我一定就是往那边跑。